由我们全体乐飞老师一起来演奏。那霍震岳呢，也就是我们唐代三大乐舞之一哈，本来是在唐诸军中的一个乐舞，也叫行王霍震岳，而后呢是多用在祭祀跟庆典的舞蹈之中。现在就由我们的乐飞乐团老师一同来演奏这首霍震岳。信仰神明的文化，大家从小到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，其实大家很常会到我们的宫庙里走走，透过我们庙宇的磁场呢来改变一下大家的心境以及身体的状况。那我们今年呢也是这个第四次的这个天赦日，也就是在我们明天哈，今年也是非常非常难得呢，在这一天同一天是我们的关圣帝君的这个圣诞千秋，非常难得的一个双重吉日哈，非常适合祈求开运、旺财、补财库、迎好运的一个时机。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保持这样一个正向的心情来面对每一天，相信自己本身的这个运势，加上呢行李连嘎奇哈，可以事半功倍，好运挡不住。那么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，小朋友带来最近影音平台上面呢非常有。